国际佛光会竹山分会日前安排三好儿童班的小朋友来到护理之家关怀长者与住民，除了准备许多趣味影片与长辈们分享，另外也安排许多游戏与长辈们互动，大家都玩得相当开心。议员蔡宜柱也肯定佛光会的用心，安排这类的行程，让小朋友在玩乐中学习到服务与关怀别人。 也希望有更多的学童一起来参与。